啊呜，你喜欢林多福，你喜欢呼？啊言下无傲也，我下恶日善游。哎呦，太难了！我说一句话，比如说一二三，放到这个里面，我会倒放，你会听它的倒放的版本。三二一，有，我给你听一遍，然后呢，你也有一个机会，就是你也录一个你听到的倒放的版本，然后你再把那个倒放的版本给倒回来，它是不是就正了啊？如果说你学的够标准，你就可以听得懂。OK， 好不好 ？OK。那么我们有一些小惩罚，我很久以前买的一个解酸糖，这个糖是干什么用的呢？就是你含这个糖，把它含化了之后呢，吃任何酸的东西都没有感觉。主要这个东西是他说的，你知道吧？都是英文的，我也看不懂，我也不知道这是不是解酸糖，我就不知道你搞我，你知道吧？不会的，不会的，实际上就是一个普通的糖。不一定，咱俩谁输呢？啊，也是。我们分三个阶段，好吧？就第一个阶段输了，先含一颗解酸糖，然后喝一口益酸菌，就感觉一下这个东西有没有效果。第二个惩罚，抹口红。第二个就算了，我宁愿喝醋。第三个。最终阶段，喝醋。你说什么？莫怪你是个猪头。你开始吧。OK， 真的吗？我有点不放心。你开始好不好？我要开始了啊！你不要看我嘴型，你就转过去。你不要看我嘴型。你说什么？转过去，转过去。奥利给 ！OK 了，兄弟。就那么一点。对，超简单，兄弟。这个如果你连这个你都搞定不了，那我后面就不用玩了。三分算一局，就是谁先达到三分，这局就算谁赢，好不好？我来听一下啊。哎，利落。规则就是只能听一遍，好不好？你别打扰我。哎，利落。好厉害。奥利给！哇，你竟然能听出来，奥利洛都能听出来。花少北，我先听一下。哎，不啥，好了，好了，都一开始我也给你很简单的，好不好？好。哎，不啥，啊？哎，不啥，怎么样？你觉得我的这个差不多？我觉得差不多，然后再反转一下啊！你再听。花少北，花少北，哇！难道这就是你分手的借口 ？OK OK， 那么长，一遍要记住啊。我给的多是非你输就这么难。一遍记住了，你唱出来了是吧？一遍记住了，一遍记住了。我背起罗佛，起起过我来。你听出来我唱的是？我根本听不，这怎么听得出来？我唱的是泰国歌，兄弟。不可能。Hello, we wish you no foolish devil。我有感觉了，这就是你想要的结果。这就是你分手的借口。这就是不是这个？是这个，是这个。但是你凭借我对花少北，你知道吧？就我刚才很慌，你知道吧？我就觉得我不应该多说。我刚才我感觉我多说把自己暴露了。因为他没事就在我们面前唱这个歌，这个是完全根据个人的感觉。但这个算你猜对吗？应该不算，不算。你连歌词都猜错了，不算我猜的。对，不算我，不算不算。歌词要对，好吧？好好好好。想和你荡秋千，呀荡到天外边。哎，我现在有点压力，你知道吧？没事，还是一比一平。哎，别为多啊大爷，多啊你的话，太长了。被盖诺伊诺卡诺还是，完了，我这个 B， 哎呦，啊，太长了。下后那个你有那个。不会有那味儿吧？下后那个你有那个，嘴巴抽了是吗？你是一点都不像吗？那不是一点都不像。不是，等一下，第一个我提示了你，我是唱出来的。我也是唱出来的，就也是一首歌，也是一首歌。凌晨三点半。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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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事，就算答不出来，咱们还是一比一。
我真的答不出来，想不出。想不出。啊、想和你荡秋千。我没听过那个歌，你没想到吧？你以为我很土哎？实际上你更土一点，兄弟，我没听过那个歌。你看了那么多，你没听过这个？我真的没听过。我不信。哇，我回去要听一听了，要补习一下功课。中国 boy。求求你看鬼畜吧。Okay, 那么长，这还长，这么短，这跟那个唱歌的强度差不多。啊不是，那人都是爱我。你不会猜出来了吧？啊呜，你是瓦林多夫，你是瓦胡，你不要打扰我，好吧？我忍不住。不滑不行，我服你那平的瓦。你怎么上头了？我是哈皮，不服你来砍我、啊！你给我滚！不是你开始攻击我了是吧？你好好踩！真的，你听我这个倒放，不滑不行，不服那平的我，是不是？我是哈皮，不服你来砍我啊！对，我真猜不出来，到底是啥？中国怪，求求你看鬼畜吧！没想到吧？不是，我要说中国怪看鬼畜就有点太简单了。我就说了个求求你，你没把观众的话放在心里。对不起，他不在乎你们呢。对不起。花少北来玩水呀！哎呦，你这个更长。我只是学了你的语速。啊，反那就放慢了呗。对，其实很好学，而且不怕的。啊，也是啊，我呀，也花沙有答案了。不用再不用听了，来。啊言下哇耶，我下跟你说的一模一样，真的。我下我呀，我下呀，我。你就猜就完事了，你把这一句话的。花少我也很想呀。这是啥？你觉得我？怎哎呀？花少我也。不对。那算了。花少北。快来玩水呀！啊、哦，哎，后面很像《快来玩水》啊，你知道吗？很像呀，你为什么就没有？哎，我没想到那个地方啊！哎呀，你也不来了解你的观众，对不对？对不起。阴阳怪气，四个字太简单了。你是网易，你是呢？网易，你看这个波条都一样。阴阳怪气，这么简单都猜不出来。哎，我肯定猜出来，下次四个字的我肯定猜出来。你好欢气，到底是啥？我猜不出来。阴阳怪气啊，这你都猜不出来吗？阴阳怪气。哦、oh, ，what？ 听很像的。变形兄弟。哎，你说的那么小声，你好心机哦。哪小声了？你好心机哦，你那个条那个波动都一样的。你那个也很小，好吗？来，变形兄弟。我觉得你猜出来的，好吧？你是不是加速了？我没有加速啊。一能行，你这个难度加的也太大了，你这个跟我不是一个难度的。变形兄弟，变形兄弟 ，What the fuck？ 葫芦赛，我一点难度没给你加，兄弟啊！啊，摘下来，摘下来。海手路，海手路，就是我听的就是这个葫芦赛。猪猪侠，哎，我怕观众说我耍赖。我说的是外语，你说的英语啊？不是英语，日语。你说的日语，那你早点跟我说呀。五路赛，iPhone 11，这是英语加中文的，你绝对会。就是前面是英文还是后面是英文？前面是英文。伊什诺菲亚，伊什诺菲亚，来 ，iPhone 七。我感觉像地像是嗨嗨嗨，我有那么低水平吗？猜一下，你再猜一下好不好？你知道把机会用掉。海尔兄弟，你给我找一个英文。海尔兄弟，海尔兄弟，我告诉你是啥 ？iPhone 十一。阿波茨德，那么字正腔圆。对。四个字，我希望，我好希望你一遍猜出来，我好想结束，兄弟，但是也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，兄弟，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。哦，你知道你这个其实很难，你要把每个音单独记出来，你知不知道？嗯，
择吗？欧欧欧哈音其实是一样的，好不好？是一样的吗？是一样的。啊，我死我我啊，我死了。从你会说话开始就离不开这四个字呀，我都敢提示到这个地步。哎，又要玩很久了。阿波吃的啊，你那个我要直接猜对就算我赢啊。好好，这个我答了两次嘛。 OK， 我字正腔圆的，你可以想想那啥，但你要一定要字正腔圆。好，我也像你这样一个一个字说，好吧。好，我弄一个跟他差不多的。 Do Re Mi Fa A Mi Miao O。啊，一鸟欧。好，先第一遍，没有任何提示的。我玩吉他。我玩吉他。好，我给你提示，跟你刚刚跟我出的那个题有异曲同工之处。窝泼茨德。我怎么会接着你这个来？我再给你一个提示啊。哆来咪发。哎。对吧？对的。但是，哎呦，搞不动了，搞不动了，兄弟们，你们不知道我们录了多久，现在录制时间1小时10分钟。真的就我，你们看我的表情就很无语，你们知道吗？这样，好不好？糖先一人一颗吃掉，可以，放在舌头上哈，然后让它化掉。口红，怎么说？有两只。哇，这个糖好恶心啊！怎么了？有一个是这个颜色，还有是正常的红色。正常的红色吧，我要。石头剪刀布，好不好？石头剪刀布，石头剪刀布。赢的选，赢的选啊！一局定胜负，好不好、啊？石头剪刀布。哎，不好意思了，兄弟，你自己的视频，你自己要负责。好、啊。还可以哈、哦，我觉得花少北这个还可以，挺好看的啊。我以后就当成这样了。我美吗？你不要看着我。咱俩先尝一下这个。为什么尝？哎，算了，那不行。还是一个人尝这个，一个人尝醋。还是石头剪刀布。嗯，结果到最后就是一个石头剪刀布的游戏。够不够？这个还跟不够吗？肯定够了呀。来，石头剪刀布。啊！妈妈，我要回家了，我不行了。我先走一步了，好不好？不是，为什么不是赢的不抹口红呢？为什么是赢的也要抹口红？哎，不对呀、啊，这个结果赢，哎呦！我现在怀疑优酸乳到底有没有酸味？真的是真的一点酸味都没有。正常呼吸喝，真没酸味吗？不是，你这眼神就在演我，好不好？淡淡的，淡淡的。真是淡淡，我这能演出来吗？不是，你咽下去之后会从这个喉咙里冲出来，好像，但是在你嘴里的时候没有那么酸。哎，这真的，嘴巴没有酸味，下去就会反一股酸味，很难受。哎呦，好难受啊！石头剪刀布再挑战，成功。成功。啊，如果说大家喜欢这个视频，记得一键三连，好不好？关注花少北，中国 boy，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太失败了，太失败了。拜拜。